行了，我黑粉到这儿留个影了。嗯。好、哦。大同地开是吧？来，就看最大那个去吧。这边人也不少，但是比正常的咱们都少得多。都有四多篮子。咋了，忧伤？瀑布谁建的不知道？是大瀑布吧？明天看到了。哦，他们已经看到了啊！对对对对。哦，挺好的。就是我花了一人门票，带一大帮人来看了。哦。可以下不卡了。爹是犀牛坛去的吧？爹就是犀牛坛了。人呢？这是贵州黄果树瀑布。贵州的黄果树瀑布。我感觉。衣服脱帅了吗？今天可能到不了，准备到二十四道拐。去看一下二十四道拐。你们脑袋歪一下，这么看来。脑袋歪一下，这么看。底下我也不知道水有多深呐，但是现在我感觉上底下没什么意思了，咱们别去底下了，咱从原路走回去吧。刘畅，这个湖底下湖也没什么意思，咱们从底下从原路走回去，看那边看看大瀑布吧。刘畅。高哥一定要看新闻台，我这是网络直播，这是 YY 网络直播，就是、往回走吧。走到了那个黄果山的那个黄果树瀑布的水帘洞，沿着这个梯子进来，里边是漏水的，一般情况下啊，主雨。特别漂亮，里边啊，里边是有水的，最好带雨衣过来。哇，哦，下面的景色特别漂亮。走到这儿的时候会豁然开朗，看两边的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特别漂亮。底下就是犀牛潭。也就是西牛潭，到大瀑布了啊！前面是出去的洞口，水帘洞，继续往上走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！谢谢帮我出一下。哎呀，你们进门进，快！来，等着嘞！哇！哇！哇！来人！哎！快，前进！那我们再来。